萨拉洛哥，大家好，我是日台凤仙儿萨拉，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 What's in my bag， 分享给你们看，今天我的包包里面到底都装些什么东西。最近这个包包的尺寸呢，现在最适合我，这是我的包包第二等。我觉得这个超可爱，超适合我的，因为我超喜欢粉红色，里面的容量大概这样。好的，现在就来看看我的包包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呢。首先里面有一只手机 iPhone， 再来就是一定每天都要带出门的AirPods， 我的耳机，再来呢，我的卡夹。现在出门我几乎会用信用卡或是 Apple Pay， 就是行动支付。这样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我不用带那么很多钱，不用带那么多纸钞出门。所以我觉得用行动支付还蛮方便。那这个卡夹是 Louis Vuitton 的，我觉得这个颜色很可爱，我超级喜欢粉红色。它的卡夹的话，它是可以放六张卡的，我放信用卡还有驾照，然后这边中间还有两个夹层，我就放纸钞。然后有一支口红，我现在戴的是香奈儿的，它颜色非常好看，我近期最常擦最常戴在身上的，这个一个好朋友送给我的。再来呢，护手霜，我的坏习惯就是用，非常重要了。还有什么呢？最后了，小镜子，这是香奈儿的镜子。サラログ。好，我的 What's in my bag 大概就是这样哦。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，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按个订阅，留言按赞。大家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